I'm so nervous now, and I just want everything to be smooth.今天晚上我等了很久，你跟我说你想要一个浪漫的求婚，我一直都记着。今天晚上真的很感谢我的朋友，还有很感谢上天没有下雨，然后很紧张。我还记得当时在 K Suite 那个晚上，我鼓起很大的勇气跟你表白。今天晚上，我鼓起更大的勇气跟你表白第二次。我跟你在一起，今天应该是第1019天。可是这个数字不重要，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幸福。我希望你能陪我度过接下来我的每一个阶段，所以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，再勇敢的问你一次。当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你即将要面临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，就是永川要向你求婚。一定没想到吧，川川给你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 surprise。见证了你们认识，见证你们拍拖，然后现在剩下的就见证你们怎么去发展下一个阶段，看你们怎么成为夫妻。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？神仙朋友两人之间的危险。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在 K 岁岁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？对啊，我们看着你们从朋友走到恋人，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多么美好的事情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刚跟永川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刚当兵，然后有一次在巴东你问我，不知道这样子等他两年值不值得，会不会有结果。我想答案就在你面前了吧。永川是好人。还记得那天你不小心摔倒，然后永川飞奔过去看你有没有受伤的，那种心急的状态。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只能说他棒。真的是你可以托付这一辈子。那永川这么棒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认识永川几年了，觉得他会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公，一定会带给你幸福的。开心啊，终于有像永川这样的好男人要收了你，快点讲 yes。嫁给他吧，给我们 Sophia 生一个可爱的弟弟还是妹妹。我在新加坡第一天就认识了你，一间学校，一个寝室，在最懵懂的时候遇见你，你是我见过最可爱、最善良的女生。今天终于找到了你自己的幸福。虽然川川个子不高又瘦瘦的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能给你这辈子最大的幸福，让你成为这辈子最幸福的女人。坤姐是个很好很善良的人，然后希望永川可以好好珍惜她。经过了种种的磨练，你跟永川终于要修成正果了，不要犹豫也不要怀疑，他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祝你，希望你们在新加坡好好生活，开心在一起。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就是早生贵子啊，然后永浴爱河。谭坤看到你跟永川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，所以你一定要嫁给他。永川是个好男人。谭坤，嫁给他吧，让我们正式的叫你一声大嫂。今天是你特别的日子，然后我们不能到现场去为你们祝福，但是我们会在远方祝福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幸福快乐，然后生一个大胖小子，三年抱俩。嫁给他吧，快嫁了吧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快嫁给他吧，嫁给永川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吧。
嫁给他吧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，对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吧。出发喽！我们现在在虎门，最重要是包厢，最重要是一定要。我相信望你今天晚上的求婚会成功，幸福美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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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嫁给我吗？